5月9日 Ultra 北京发布会在北京举行，此次 Ultra China 超世代音乐节继续由上海瑞士贸易有限公司主办，以及优乐中国、香蕉娱乐、亚洲星光娱乐联合主办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 HITFM 众宇娱乐作为协办方共同呈现。中国北京站即将于2018年6月16日17日登陆北京，为喜爱电音文化的年轻人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超世代音乐狂欢。2018年 Ultra Music Festival在3月迈阿密举行了20周年豪华庆典，随着发布会的正式启动， Ultra China 也正式登陆北京。这是 Ultra China 超世代音乐节继去年上海站后在中国首都北京的首次入驻，可谓意义非凡。在场数百位贵宾及媒体一同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。北京站将首次引入 Ultra Worldwide Stage 与 My Stage、 Resistance Stage 和立展线多元音乐体验，继续启动20小时三个舞台的不眠电音超放送。当低音遇上陷阱，节奏与自由相互碰撞，来自全世界数以万计的音乐爱好者将汇聚于此，呈现超中国旋律的2018 Ultra China 超世代音乐节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